茫茫股海，味觉难清，如何精准掌握趋势，寻求最大获利契机，让股市甜心指引您成功的方向，获利自然能微笑降临。欢迎收听股市甜心。股市甜心的节目，我是品化，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华冠投顾分析师刘云熙刘副总刘老师，甜心老师你好，品化好，全国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华冠投顾股市甜心妍希老师哦。今天来到了11月2号星期一，全新的月份，全新的开始，在过了甜心老师带给大家光辉的10月，灿烂的10月之后呢，11月份
我们的甜心老师，他的标股，他的标股周报又让你赢在起跑点啦！这一档5443的君豪今天股价继续的狂奔，还有周报里面给大家的3287的，这档有点难念，广环科。对，今天不止让你赚，还飙涨停，恭喜大家！撸坦撸怎样啦？真的很绕口吼，真的很拗口。它取名叫缓缓，好啊，缓缓好不好？缓缓好啊，甄嬛传看过吗？熹娘娘驾到，熹娘娘，熹娘娘谁与争锋？我还问老师，老师，熹娘娘是哪一个熹呀？一个喜跟火字旁啊，光辉灿烂的意思。光辉灿烂，哎呦，好兆头。那个熹就是光辉灿烂的意思。开心，老师的名字也有个熹呀，有哦。事实上，我对熹都很敏感。好了，你看哦，今天盘市对一样震荡，一样不脱离区间的箱型震荡。有的、可是老师给你的均豪，从上礼拜创新高到今天还创波段新高，这不就是选股的功力了吗？是啊，对啊，所以我常说震荡要不要看？要看嘛，一定要看。来哦，上个礼拜国际股市来，因为德国、法国封城以后来，这两天英国也封城，国际股市震荡加剧了。再加上近期是不是国外的疫情很严重？是啊。对啊，持续都在封城嘛，所以啊，你要知道你要去 follow 什么 FED。我说过 FED 是全球央行的龙头嘛。FED 上周五盘中已经出手将美国的主接贷款计划，本来最低贷款额度是$250,000，对，门槛，这是最低门槛，大砍至$100,000哦。其实讲白话文，他又在撒钱了嘛。对对对，你要知道，你把门槛降低，很多的中小企业就会受惠嘛。那 FED 是不是持续在做他认为救市的动作？有有有嘛。那再加上哦，你要知道，美国疫情也是持续升温啊。你要知道，纾困的人会非常多，越来越多了。对，那即便近期选前在炒，选前已经告诉你，我们先选举了嘛，之后再说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你要知道，纾困案要纾困的人非常多，那你要去思考一下。不管选后是谁当选，对不对？对，选后是谁当选？川普也好啦，拜登也好啦，一定是要过的嘛。对，纾困案一定要过的嘛。那一定要过，不就是又另外一个白话文，钱就是会满出来，市场上钱又要淹脚目了。是啊。好，那再接下来，我知道常看到的就是股市里面最怕不确定的因素嘛。那你要看到这礼拜三就开始要开票了，美国盘，我们台湾时间盘中就是开始要开票了。这就告诉你，不确定的因素在这个礼拜。不确定的因素在这个礼拜就会陆续消失嘛？对对对。那疫苗也加上疫苗公布数据啊，不就是告诉你机会又要来了？是哦，震荡就是你的机会啊。没错。其实这里我要讲个题外话，你知道飞机在起飞的时候是要怎么飞吗？它是顺风还是逆风的？它是逆风的，它都是要有冲击才有办法起飞的。那一样看近盘是不就是一样的道理吗？你在买底部，你在买未来有前景、有需求的产业，现在是冲出去的吗？逆风飞翔，是的。我们为什么我这样讲嘞？来哦，你上礼拜我是不是在提醒？上礼拜我节目还说，我叫刘生峰，记得吗？有刘生峰，好不好？我上礼拜一直在这里提醒啊，人多的地方我就是不会去嘛，而且我还站在这里告诉你，我买130的嘛，是不是？有。130，那你今天看回来，我上礼拜就说了，人多的地方不要去。麦克哦，麦克，你看在哪里？哎呦，你去的投资频率丢钱了呢。哎呀，你要做这档生风，不来找刘生风，你要找谁？我讲实在话，请你指名认证，别无分号，就在这里哦。今天洗的你三层皮，就是告诉你什么底部进场的重要性了。为什么？我买130的啊，我一张就是带会员赚一塔嘛。是啊，而且我在买130的时候，全市场都在笑我，你买这什么手套啊？在七月的时候，大家都还在封口罩。对呀，真的，七月大家都在封口罩，我带你口罩赚完康纳香，记得吗？记得啊，康纳。像我们赚三趟大赚220%哦，那赚完了口罩，我叫你换去
手套，有啊，记得吗？赚完口罩，然后换来赚手套。对啊，那你今天你看看哦，同样的一档股票，我们130再买，是同样的股票啊。上礼拜我一直说人多的地方不要去，你要有孤独的勇气。没错，我在节目都明示间暗示讲的这么清楚，所有事情我都是提前讲的。好，那你看看今天人多的地方不要去，不就再度验证我的看法又是对的了？是的，对啊，所以我常说不要我再卖。啊、你再买，不要我再买啊！你再卖、啊，这样你怎么赚？没错，对啊，今天就是告诉你，哇，真的，妍希老师在讲话的时候要听妍希老师的节目，重听三遍都不嫌多、哦。没错，再来，你看到君豪好了啦，台积电设备商，对，30块再买，30块再买，我在节目也是告诉你，也无私分享嘛。今天嘞，来到多少了？今天来到了37块钱啦，又一档。快要30%，好好赚呢、欸！老师，上礼拜盘在震荡哎、欸，对啊，上礼拜很多人失去了方向，没有了分寸哎、欸。上礼拜美股上礼拜就将近跌点超过2000点了，很多人已经带你看保守，剁手剁脚，砍光的砍光，是啊，有没有？真的真的，告诉你来看空，包包框框嘞，一大堆呢，心很累，真的啊。所以我说好，太多资讯。评价的资讯不要听、不要看、当你没有办法了解方向的时候你都不要看。我说过我们专注产业，对，我们专注需求嘛、而且重点我不只带你专注产业，我不只带你专注未来的需求，我还会提前给、我还会提前买，有，我会提前告诉你，当然，对不对？那你也很清楚知道我在讲的就是股价为什么会涨，因为股价最终会反映什么？公司的获利，企业的获利，那好，最终会反映企业的获利。那你不趁震荡的时候来找我，你什么时候要来找我？是啊，你看我君豪明讲、明讲暗讲全部都讲，你还是没来嘛？那你要等到飙出去了，还有没有？当然有啊，股票我其实都是准备好的，因为我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同样的，一直重复简单的事情，重复做，低档帮你卡位，好的股票低档帮你卡。打位未来明年会有需求爆发性成长的公司嘛？对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记得哦，我盘中 LINE 跟 TG 我同样会照顾你。是，我说过粉丝听我的节目也是受益良多，有有有。所以呢，假设你的 LINE。跟你的 TG 还没有加的好朋友，今天就赶快加入咯。加的好朋友，对的事情要重复做，老师给你的获利方程式，请你一定要重复来做遵从哦。我们获利的事情除了要重复做之外，当然您还要把老师的保命符跟护身符带在身边，让你获利满满之外呢，更让你在盘中，在你在睁眼的时候一睡起来就能够得到老师的保护跟照顾了。来，加 LINE 跟加 TG 是必须必要的，如何加入呢？ ID 位置广告中来告诉送你喽！快进广告喽！02663032370266303237，再过了一个光辉的十月，灿烂的十月，老师给你的标股有没有让你赚到发疯？光光是深丰从130飙到了238，今天股价休息，股价回落又如何？你要记得哦，甜心老师给您的深丰是在130，那些买在200多的、230的深丰，黑龙使用堆堆堆堆堆堆到最后，你就堆堆堆。所以，亲老朋友，一档的股票你验证到老师的功力，一档的股票你验证老师操作的实力，130的深丰，请您买好买满买齐，买完之后股价波波高，买完之后从七月份让你赚到了现在，飙到了238，一张价差100块钱，一张就让你赚100000一塔哦，家里的一座金字塔，当然是买越多赚越大，10张。几霸完10个金字塔，所以亲老朋友，标股一定要领先市场，标股一定要底部来做进场。再来，上上个礼拜十月中有没有给你5443的君豪标股周报？里面上上个礼拜节目当中也不断的告诉你君豪好棒棒，有没有让你君豪从上周赚到了现在？5443的君豪今天股价再创高，30块钱左右附近，请你买标到了37，短短时间也逼近30%的涨幅。在我们的上周的标股周报里面，还包括了3287的广环科，广环科就丢弃问的缓缓啦，两天标出了2根涨停板，他的好棒棒，您不是现在才知道，他的好棒棒造就他2天2根涨停板刚好而已。所以，亲老朋友，想要拥有老师24小时的保护跟照顾，加 LINE 跟加 TG 是必须必要的，因为所有的这些讯息事先给事先讲，你通通都能够验证，您通通都能够赚得到。来 LINE 的 ID 小老鼠 LUCKY777，
小老鼠 Lucky 777 LINE， 除了可以随点随点之外，有任何及时的讯息、盘中的讯息，让你一手做掌握咯。当然想跟着我们一起来低档卡位布局标股的好朋友，就一通电话跟上脚步咯，02-6630-3237。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。台股投资华冠投顾，勇者的背后需要有力量的手，正确的投资需要智慧的头脑。华冠投顾积极为您找寻财富方向，台大商学博士研究群带领，坚强的研究团队，专业的投资阵容，带您解读数字里的真相，轻松打开财富大门。速播智慧热线02-6630-3237，6630-3237。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。股市甜心在华冠，荣华富贵跟着来。华冠投顾刘妍希副总，扎实的分析能力，精准的解盘技巧，快狠准的操盘手法，将趋势当永远的情人，把损失当最大的敌人，让幸运成为您的实力，把获利成为您的习惯，带您与获利谈一场幸福的恋爱。速播股市甜心幸运热线02-6630-3237。02-6630-3237，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。股市甜心 Light 生活圈免费搜寻 ID 小老鼠 Lucky777，小老鼠 Lucky777，直接搜寻，直接免费做加入。股市甜心 Light 置顶，您会了吗？还不会置顶的好朋友，现在快速教学60秒。苹果手机的朋友，打开您的 LINE， 先找到老师的对话框，然后往右滑，出现一个图钉图案，按下去就置顶成功咯。如果是安卓的朋友，打开您的 LINE， 先找到老师的对话框，然后长按对话框，出现选项后找到丁选，点下去就完成置顶啦。置顶就是这么简单，老师的财经节目好康资讯不怕找不到，置顶后就再也不会错过了，赶快置顶吧。精彩节目开始咯，欢迎持续回到股市甜心的节目现场。亲爱的好朋友，给你的标股就是这么的标哦。这个今天11月2号，全新的月份，老师有没有让你赚在起涨点，赢在起跑点？继十月份让您赚到发疯，赚到 K 笑，赚到做梦都会笑之后呢，十一月份来把上礼拜甜心老师给您的标股周报拿出来，想要帮自己加薪的好股票全部都在里面哦。这一档缓缓，我们的3287的广环科两天就飙出两根涨停板，君豪也在里面，一波的君豪短短四天的时间将近30%，也很好赚。那么这些的标股还有我们的标股周报，在我们的 LINE 跟 TG 里面都可以拿得到，随时 follow 甜心的脚步，随时 follow 甜心的 tempo， 您都可以拥有标股哦。除此之外，很多人看到上礼拜的盘势，每天在滴滴咯，每天在下跌，每次下跌我觉得投资好朋友都会有个阴影耶，老师。对，今年被吓怕了，真的是被吓怕了啊，阴影很重。因为三月那个阴影他会觉得到现在，真的是还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草绳。真的，现在大家都在想会不会像三月那样迷迷毛毛到8523、哎呦嚇个 baby， 我跟你说，我的看法，我的看法很简单，就是呗，不会不会哦，我有我的依据。为什么？你要知道哦，三月的时候整年度才刚刚开始，那时候疫情才刚刚爆。对，好，刚刚爆的时候，全球的领导人对于疫情都还懵懵懂懂，还没有很相信，可能觉得就是一般的流感，过一下就会好。对，记得那个英国首相吗？他还推群体免疫法。什么叫群体免疫法？就大家都得了以后，就会有那个自体免疫，自体免疫以后就不会得了。可是现在整个推翻啊！对呀，为什么？因为得了以后还会再得，还会再得吗？
对啊，在立法院一直爆一直爆，这样你了解吗？结果他推这种群体免疫法，他就进医院了。英国首相强森是有进医院的，进医院以后你要知道哦、喔，就知道疫情的严重性了。人都是这样的，就是跌倒受伤了才会痛，或者说进了医院我脑袋就要换了。对对，我终于还可以重见天日。当我重见天日的时候，哦，我全球举国要来防疫了啦。对，疫情这一块我就开始所有的一些政策就要下去了嘛，对不对？已经不会像三月那么 TK 了。对，不会像三月这么 TK， 而且台股也经过利空的淬炼，从年初淬炼到现在了嘛。好，这次不一样，我说过，不管近期，不管是疫苗数据，就是陆续推嘛，最快应该也是明年第一季啊。但是就是在预备了嘛，好，检测也是在推啊，医疗器材全球都在备货中嘛，通通都是 ING 中啊。对对对，不会像年初那么慌乱了嘛。对呀，所以不会像年初这么慌乱，你怎么会去思考像年初那波跌势呢？因为心里早有已经有准备了，就是这样啊。那你看回来 ，GDP 是往上调的，台湾是亚洲四小龙之一，唯一调 GDP 起来的呢。哎呦，你就要知道，我们因为疫情今年抢到单，真的对不对？我们因为疫情今年的生技在全球发光发热嘛。那你看为什么我这样讲？你光看年初我带你买亚诺法，有27块飙到160，是啊，我是不是亚诺法带你发光发热？对啊，股价翻6倍啊。对啊，你要做疫苗，我带你做疫苗。啊、你要做口罩，我带你做康纳箱，有的、哦、记得吗？19块飙到51块，做三趟，夜夜芬芳，日日香。对，五月回去听，五月的节目都是康纳箱，都是夜来香，都是夜来香，就是这样嘛。那你再来哦，所有事情一体两面。你看，生技因为疫情，我们的生技在全球发光发热，因为华为我们还可以抢到转单，是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说疫情这样子造就台湾什么走出不一样经济的路吗？让大家看见台湾了啦。对啊，那你要看市场那么大，经济活动我一直强调，不会一下反应完毕的。所以我说我的股票，我的选股，不要说我多强啦，你光看选股就知道，不会一下反应完毕。君豪有给你一下反应完毕吗？没有哦，没有，没有。你要知道，我股价在30就给你了，是啊，飙到现在37了，37喽。可是谁可以30块给你？只有田心老师，就是我嘛，对不对？那你要知道，经济活动不会一下反应完毕。你套回来这句话，看君豪赚不赚钱，非常赚钱呢、欸。为什么？第一季、第二季加起来上半年赚0.21啊，第三季啊税前获利达0.45啊，讲白话文就告诉你，第三季赚赢上半年哦，获利就是有机会步步高升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再看回来股价，所以呢买在30块，你怎么会担心呢？闷欢乐啊，就创高啊，是啊，就步步高了啊，就是这个概念。所以你要反映到股价嘛，所有的企业获利最终反映到股价，这一个说法你也可以去看广黄科。为什么我这样讲？上礼拜周报我也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可以共襄盛举嘛。对啊，那他做什么？我说过第四季你要注意一个消费性电子的旺季，哎，环环就是做这一块的呢。多媒体产业的研发跟销售，也就是像电声产品啊、电竞耳机啊、真无线蓝牙耳机啊，11黄金周，双十一的概念是不是要起跑？对呀，圣诞节的概念是不是要起跑？你看回来消费性电子的旺季，你就要去找嘛。那我是不是在上礼拜、上上礼拜节目都提前告诉你？有的，所以股票2天2根涨停，不就在反映获利吗？哎呦，获利也非常好，连续4个月营收年成长86%。所以股价涨刚好而已嘛，刚好而已啊，今天涨停板刚好而已，就是这个概念。所以我常说股票我都是准备好，我可以提前给你啊，我也可以事先给你啊，哎，我不会说像人家就是都没有讲，或者说没有事先给你就拿出来，我没有啊。你看看我深丰讲多久，130讲到220，七月涨到现在呢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所以你看哦，我常说人多的地方不要去，就是上礼拜一直告诉你人多的地方不要去，你现在再来看老师是不是都提前的找股，有就是这个概念嘛。我能提前做的事情，我都会在这里照顾大家，能帮的就尽量帮了啦。对嘛？那你看哦，一直跟你说消费性电子旺季，消费性电子旺季股票有没有准备好？有啊，3287不就冲出去了？缓缓就冲出去啦。同样的，一直跟你说电子要注意第四季的旺季，哎，君豪不是也冲出去了？是哦，上礼拜全市场也都说有君豪了，啊，是不是就要稍微洗一下了？就这个概念嘛。可是问题，你买30的嘛？哎，丢，对不对？那个申丰问题，你买130的，我今天要你去正视的一个问题，就是你有没有办法像我们底部进场？你有没有办法
股价在底部的时候，让我知道你在哪里，让我知道你在哪里，我帮助你就可以帮助的很轻松，根本不用看盘。对呀，天天听着看着老师的讯息，老师今天动作就动作，老师今天不动作就不动作，不是很轻松吗？老师不动你就不动，老师动你就跟着动。底不动我不动，我不动底不动，就这个概念。股市就是大盘跟你跳恰恰，你就跟他跳恰恰嘛，不要大盘跟你跳恰恰，你在这跳 Tango， 对，那个节奏就不一样。就讲回就是升风，不要我再卖，你再买，那个节奏不一样，你怎么赚？真的，对，所以没有累，对，所以没有方向的，记得 LINE 跟 TG 通通都要加起来喽。亲爱的好朋友，想要买标股赚标股，来，请您指名认证甜心老师。老师现在在跳什么舞，你就跟老师跳什么舞哈。加 LINE 跟加 TG 都会泄露天机给大家，所以呢 LINE 的 ID。想知道的好朋友，广中来告诉你咯。节目中呢，再次感谢甜心老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。谢谢品话，幸运甜心在华冠，荣华富贵跟着来。妍希祝全国的好朋友们操作顺利哦。快快快，进广告。02-6630-3237 02-6630-3237 上周盘是震荡，老师除了给你保护给你秀秀给你照顾之外，有没有送给你标股扔无啦？有没有赚到君豪？有没有赚到广环科？广环科就是我们的环环，两天标出了两根涨停板，他的好棒棒造就他今天两天两根涨停板刚好而已。重点是你领先市场你知道了，重点是你领先市场你拿到了，你自然都能够赚得到标股。所以亲老朋友，有老师的保护跟照顾重不重要？当然重要啊！如何得到老师的保护跟照顾呢？如果你还不是我们会员好朋友，先把我们的甜心老师的 LINE 生活圈先来做加入，免费来做加入后，免费的来 LINE 的 ID 小老鼠 LUCKY 七七七，小老鼠。Lucky 777，让你在盘中就能够得到老师的保护，让你在盘中就能够得到第一手的讯息，包括了产业讯息，包括了标股的基本面，所有盘面上不能说的秘密，会在我们的 LINE 跟您来做分享。所以加 LINE 跟加 TG 非常重要，您可以借由 LINE， 包括了对于产业的分析，包括了对于标股的一个掌握，甚至这个操作的 tempo， 你可以验证到甜心老师的功力、操作的实力，以及标股的爆发力，往上滑滑滑滑滑。老师的实力真的不怕你来做验证，就怕您没有在对的 timing 点买到对的标股。当然，你想要拥有老师更直接的后续内容的保护跟照顾，一个口令一个动作的好朋友，就直接电话拨通跟上喽，02-6630-3237。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。台股投资华冠投顾，股市甜心在华冠，荣华富贵跟着来。华冠投顾刘妍希副总，扎实的分析能力，精准的解盘技巧，快很准的操盘手法，将趋势当永远的情人，让幸运成为您的实力，把获利成为您的习惯。速播股市甜心幸运热线02-6630-3237，02-6630-3237。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。想一手掌握满满的及时性、便利性、服务性。最优质的股市理财资讯，现在就来到股市甜心 LINE IT 生活圈，给您 ID 小老鼠 LUCKY 777，小老鼠 Lucky 777。股市甜心 LINE 的生活圈，直接搜寻，直接免费做加入。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。股市甜心 LINE 的置顶您会了吗？还不会置顶的好朋友，现在快速教学60秒。苹果手机的朋友，打开您的 LINE， 先找到老师的对话框，然后往右滑，出现一个图钉图案，按下去就置顶成功咯。如果是安卓的朋友，打开您的 LINE， 先找到老师的对话框，然后长按对话框，出现选项后找到丁选，点下去就完成置顶啦。置顶就是这么简单，老师的财经节目好康资讯不怕找不到，置顶后就再也不会错过了，赶快置顶吧。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效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，投资人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华冠投顾104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09号。